白露是什么时候？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这是诗经中脍炙人口的诗句。白露节气是什么时候呢？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。到了白露节气，我国各地都呈现了秋高气爽的天气。一场秋雨一场凉，晚上的时候，水蒸气会在地面凝结，生成白色的小水珠。再往后，天气就会越来越凉了。2019年白露时间，农历8月初10。